接下来出场这位是咕咕鸡之后，欢迎黄玉善。哎呦，姐好。哇塞，老师好。是感觉就是要来斗鸡的。为什么叫咕咕鸡之后？大家知道吗？他后阳台那个人家不是养了一只鸡吗？还会跟他对唱。对。然后听说就也就做了一首咕咕鸡之歌吗？对。你真的很疯狂哎，而且你的疯狂是属于内敛的那一种，就看起来是正常人，可是私底下会做一些我们真的想不到的事。咕咕鸡之歌要怎么唱？现在要唱啊？可以一点点吗？好。花开，兔子奔跑，树木们在跳舞，牡丹朵朵绽放，一同在唱这歌。森林中所有的动物都苏醒了，太阳和蝴蝶在天边的飞舞。鸡呢？还没。如果你说说我爱你，会不会公主王子结局变得不同？如果我说说我爱你，让我们牵手唱完幸福快乐的歌。然后他就鸡哒哒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这时候就会有鸡叫，因为他已经你那次也太惨了，阿米老师，所以因为他已经上天堂了，所以我邻居已经把他炖来坐月子了，是？不是，就是我有一次我生病啊，然后又吃了他你生病，然后邻居就把那只。然后因为我平常都会拉小提琴给他听，是可能是太难听，他喜欢听很难听的。然后每天要唱歌给他听，就是一定固定要这样子唱。所以你生病没有拉之后，他就有一天我就说阿公，你有没有听到他在唱歌？阿公说奇怪呢，你都没有听到。然后结果就好死不死，他就这样，然后就隔天就。然后我就哭了我哭了很久。那你有参加他的出殡吗？还是没有？我跟你说，我隔壁的那个阿姨还拿他死掉的日期去签，还中了很多钱。哦，那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们？没有啊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你看他怪不怪？我们其实一直，当然不是把他当笑话看，就是我们会在旁边，你知道吗？一直觉得说，哎，原来那个号码很重要，可是他觉得那只鸡。对他来说非常重要，对，所以我写这首歌送给他。很好听啊，刚刚那首歌，而且到后来是，我以为是你自己叫，也不是，就是会有鸡啼。就会有，因为这首《All Solo Mio》刚刚是噔噔叮噔噔，《All Solo Mio》就是我的太阳啊，就是他是我的太阳。答应我。我不晓得健保有没有给付，还是要去看一下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今天带来什么歌？Anytime, anywhere. Anytime, anywhere. 欢迎黄玉善的演出。Just on the verses.
谢黄玉善的演唱啊。谢谢。你表情很严肃哎。因为这首歌很严肃，是他歌词很严肃。哦，我也是，你想到了那只鸡。也有想到，因为他这首歌就是，就是讲说，对，之前以前发生过的事情，但现在事过境迁，我还在这，但是已经没有那个人这样。哎呦，你真的对他很有感情。他讲到那里，他眼眶是湿的。对啊，现在还是会为他难过。会呀、啊，然后因为我拉小提，现在拉比较好一点点了，然后我就会都是，因为我都会跟他做《咕咕鸡之歌》，以前那一首嘛，美丽的咕咕鸡唱歌真好听，然后我现在都会把它。健保有几副的话。好 ，OK， 所以现在想到还是会。对，我都会把它做变奏曲，因为我现在想要做童书，其实也是因为《咕咕鸡》的关系，它真的就是启发我，我都有在画油画。好好好 ，OK， 画油画也是一种治疗啦。好，马上有请小胖老师讲评，他真的很特别。玉善这个不容易，俗话说得好，路遥知马力。真的真的，再一次看到你的表演，就觉得特别感动啊。这个不管是声音的魅力也好，你那个穿透力也好，然后你选的这个曲目啊，刚好碰到这个歌手在上个月。是，然后我正在帮他抽。在哪里呢？我在北京。然后你碰到他？不是碰到他，是我们约好，有一个。你要帮他？是制作什么？华语唱片。我可以去吗？是我认真的，我可以去吗？对不起，前提是我的歌得写得出来。哦，我很想见到他。先不要激动。Why you？ I'm the one. I'm the only one. OK。God。老师，你可以把我跟你带一起去吗？塞在行李箱里面。这话说的早了一点，万一我的歌一直被退稿，对吧？也没这机会，是不是？可是我这事常常发生，对。不，我觉得你能够选这个曲目啊，就证明说你其实私底下对这些特别的歌曲啊，这毕竟不是那么主流的歌，你其实研究到已经非常的彻底了。而且你刚刚演唱的是也是行云流水的，所以我其实觉得你的唱功越来越棒了。恭喜你，恭喜！我们会把你的奖评翻成英文给 Sarah Brandman 看。Please don't do that。这是一首没那么主流的歌，没有那么多人喜欢，但是他唱得很好。不是，其实啊，我承认啊，我跟他的 meeting 里面不要解释，我不想听，我好想听。好，你跟他的 meeting 里面，他问我说有没有好的 reference。他在空中跟你讲话吗？没有，我们面对面。就是这样，其实我一直说他是吊钢丝出来的嘛。没有，他真的人很 nice， 然后他是那种很英国人，很 gentleman。哎呀，我们也认识，很 lady。讲那么多，我也是访问过他几次，他人真的很 nice。好好哦。对，还有吗？我说完了。好，建宁老师请讲评。这个玉善啊，从访问一直到现在，我觉得都，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跳动的人。之前可能对你没有那么多研究，可是我后来发现，其实有一些真正的艺术家，他的确是脑袋的逻辑跟人家不太一样。就从你这个对鸡有这么深的感情，不管它的存在，你刚才论唱功的话，这个歌是很难唱的，因为你用声乐式的唱法，而且它里面的很多的和弦的使用，其实是非常的艰深跟复杂的，比较大条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操作其实很好。那其实我如果回到这个唱片市场的操作的话，其实大概在半年多前，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歌手还不错啦。这个叫萨顶顶，他也是一个是内地的歌手，可是他把这个有点像民乐的东西跟流行做一个很好的结合。老师，你那时候没有当评审，就是他在比的时候，他就是选了一些萨顶顶的歌。哦，了解。还为那个很专业的李静老师，其实是搞不好是可以研究，因为其实一直没有人走出来，过去有成功的案例了，而且这样的音乐其实它是跨越语言的隔阂，它可以做全世界的发行。对，甚至做发张唱片，所以说试看看了，很独特。对对对，黄玉善真的非常独特，要谢谢你这么用心带来这么特别的表演呐、啊。下一段你可以看到，算是你的学妹喽。啊，你有听过她唱歌吗？应该我们最新的冠军李佳薇，下一段李佳薇要演唱《三天三夜》，马上回到现场。